三二一。嗨，你们应该是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直都在露脸，然后就没有配音。我加了一些喷洒水，因为它已经是放了三天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像有一点融化哦。可是我放了喷洒水过后，它就变得非常粘手。Oh my god！ 所以这个是一个后悔的决定。然后我就嫌我的手不够肮脏，然后我还继续去玩，我也不懂我自己在做什么。OK， 看到我脸了，拜拜。还有一些是音调这样子的。猜是什么？对，不用猜，因为已经在标题写了。就是，而且我也不用解释啊，因为你们已经看了。OK， 我先去煮面。我们的面回来了，现在我很紧张，超紧张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要来，我有两包杯面。OK， 三二一，还有一个。超热，我要等它 cool down 前我再继续玩，超热的，超级无敌热。诶，现在还没有熟诶，我们把史莱姆铺在上面。哇哦，绝了！超好玩的，超好玩的！哦 my god！ 我现在在剪片，然后我超想吃北面，我饿。晚上十一点。Oh my god！很疗愈耶，超疗愈的，而且它是冷的嘛，本来那个史莱姆，然后它放完面膏，现在变温温这样子，哇，很棒耶，它的触感。OK， 为什么我讲话有台湾腔 ？Oh my god， 好帅哦！真是很好玩啊，你们要来感受一下。
哇哦！哦，它闻起来的味道就很像那个，它闻起来的味道是矿泉水，很多矿泉水的味道，因为我没有加配料，这个我没有加，哦，超级好玩的。现在我们要放一些配料。好吧，大家，那今天的吃播 TV 就开始咯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那我就要开始把我们全部缠在一起。我在做什么？我第一次去弄防腐剂，我第一次弄 Maggi 面粉，欸，第一次弄那个味精粉，哇，很奇妙，超奇妙的。我已经200年没有吃过北面了，哇，当你去炸那些面的时候，哇，超爽的。 Oh my god, oh my god.它现在整个纸底变到完了耶，它已经是会溶解掉 blue 了，它现在变得很水水这样的那一 blue， 所以是不能加调味料的，如果你要玩的话，可是应该有人拿面来玩吧。如果你们想要试下的话，如果你们家里有多余的杯面，就是你们可能买了过后想要开始过健康的人生，所以不想吃的话，你就可以看这样子。那史莱姆也是变好啦，你们想要 give away 的吗？我可以 give away 哦。想要 give away 的话，记得在留言那边告诉我，我就会送去你家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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